今天我们继续来。在了女王背上，这个大炮是内奸呀！虽然女王被自己队友打残，但是一个技能还是干掉了一半的盾斧兵。现在只剩下两个喇叭枪手和一个大炮了，但是在大炮的轰炸下，局势渐渐好转。最后一炮成功带走，小鬼头牛啊！还是老大教的好。